afternoon. The news that I just received is that the Chinese ambassador received satellite image of floating objects in the southern corridor, and they will be sending ships to verify.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ill announce this in a couple of hours. This floating object is 22 meters long and 30 meters wide.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马航失联客机 MH370搜救的工作。首先来看一下来自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一个消息。根据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等单位对相关的卫星数据进行的研判，从3月18号上午12点左右获取的高分1号卫星图像当中，在南印度洋海域南纬44度57分、东经90度13分，观测到了疑似的漂浮物。该疑似漂浮物长约22米，宽约13米。据澳大利亚方面公布的疑似物的位置的南偏西120公里左右。而在刚刚结束的马来西亚方面的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上呢，马方的发言人也是接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他也马上进行了一个公布，但是呢还没有更多的细节，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相关的最新情况。